什么规定？你这么大个人，怎么不懂得变通呢？不碍着你的事儿了吧？听不懂话是吗？你该干嘛干嘛去。我们要传递一种好的心情给旅客，便于我们服务工作。我们在服务中呢，只有时刻保持你们微笑的面庞、微笑的这种表情，才能够把服务工作干好，才能让旅客有一种愉悦的感受。2008年，我分到了天津客运段，京津城际要在今年开通。作为第一批乘务员，礼仪和身形的培训是必不可少的。怎么样？这几天培训下来，想不想家？想家，想我妈妈还有弟弟。哦，还真是哈，因为你回家还要坐2个小时的汽车吧。太远了，再坚持坚持吧。等到咱们培训都结束，咱们正常的有了正常的班之后，我们就可以正常的回家了。好，不说那些了，干杯！我们来，是不是？干杯！干杯！祝以后的日子红红火火，就像那个胡辣椒一样，好吧？越来越好，干杯！就这样，我们开始了乘务员的生活，巡视车厢，整理行李，检查卫生，乘记成了我的第二个家。很快，我从列车员变成了列车长。哎，张莹。哎，赵杰。哟，真是你，好久没见了。你现在这是铁路上当服务员、乘务员？是，我已经来这有好多年了。大学毕业干这个了，以前在学校你多有名的才女啊。是。先为其他旅客售车票。哦，先生您好，请注销您的车票。像您早上是胃不舒服吗？我胃不太好，好多年了。哦，没关系，您先休息一下，我去帮您倒杯热水。谢谢。以时间先生们，为了您和他人的乘车安全，大学毕业干这个。莹莹，你来这么早，哎，你来了，来吧。哎，女的，我那天看见一条裙子特别的好看，是到膝盖的那种，我想下班买一条，我要搜一下。别找了，找着了你也没时间穿，你今天的年假都歇完了，还不如多买几条袜子，你看现在走车一天就换一双。也对。我可能走完今天我就不走了。啊？为什么？我上个月走车的时候遇见一个老板，公司在北京，待遇也挺好的，我想去闯闯。哎，你要不然跟我一起吧。我时间差不多了。嗯，我们走吧。
幸的各位旅客，大家好，欢迎您乘坐本次列车，请收下您的车票，您的证件，为您核验一下车票，感谢您的配合。先生您好，请收下您的车票，您的证件，为您核验一下车票。没取票，刷身份证进来。先生，我看一下您的电子票信息。等一下，找找。先生，不好意思，您的车票是一等座车厢，与您的座位不相符，请您对号入座。这又没人坐，我坐会儿怎么了？因为我们规定列车上是要不对号入座的，先生，请您配合我们的工作。不是你有完没完？你这么大个人，怎么都不懂得变通呢？我碍着你的事儿了吗？先生，请您听不懂话是吗？你该干嘛干嘛去，你赶紧走吧。我上个月走车的时候遇见了一个老板，他公司在北京，待遇也不错，我想去试试。哎，你要不然跟我一起吧。大学第一年干这个，以前在学校多有名的才女啊。差不多得了。再说你也不是这车票，赶紧拿着东西赶紧走吧。就是，说话太过分了，快走吧你。昌宁，当初在车上闹胃病，要不是因为有您啊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。下车的时候，连句谢谢都没来得及跟你说。倒闭了，如果当初要听你的留在车队，那该多好。妈妈，我们老师说他们在车上看见你了，说你像天使一样。曾经我有无数次想辞职，但每一次都有一个理由让我再坚持下去。